最近食欲不振呀，哟，我都瘦了。皇上，您瞧瞧，最近咱们宫里边，您什么没吃过呀？山珍走兽，云中雁，陆地牛羊，海底鲜，猴头燕窝，鲨鱼翅，熊掌，干贝，鹿尾尖。您是吃的是一样一样都不差呀。所以说没得吃了，那您还想吃什么呀？我就想吃点可口的，就这个300多个味儿我都吃遍了，也就那么回事儿。您瞧瞧，哎，想当初我打仗的时候碰见两位贤士，谁呀？哎，一个叫常先帝，一个姓莱，给姓我来。做了一个叫什么？珍珠翡翠白玉汤，太好喝听了。着名字就不错。是，这些年我一直想吃这个，可是咱们这宫里做的没有这个味儿啊。咱们这御膳房的厨子多的是啊，让他们给您做去。他们能做呀？我给您问问去，准行啊。赶紧问。得嘞，厨子觐见。哎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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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哎，这龙公公，龙公，来来，宝宝，往前走，来来来，龙公公，离我远点儿，我吃素。皇上想吃点好东西，啊，您说吃什么，我们都能做。对，叫珍珠翡翠白玉汤，这个简单，它就是珍珠啊。皇上要吃人呢，这是。珍珠吗？你不是会做吗？我们商量商量，说我们商量商量，琢磨琢磨，我们回去下墙去嘞。来吧，怎么做呀？珍珠翡翠白玉汤会吗？没学过这个，珍珠翡翠白汤没学过，真没学过。完了吧，露怯了吧？您会做，我也不会，不会做。我不是琢磨，哎，怎么着？问问人怎么样？问谁呀？找我的。哦。咱们，咱们厨师培训课的同学是吗？来来问问。哟，哎，通了。喂，喂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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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么喂喂喂？打错了，讨厌！这谁这么碎嘴子？那怎么办呀？这咱俩说不会，这皇上不把咱俩砍了啊？我那阵学厨的时候心不在焉，我净琢磨怎么修自行车来着。废话，我就给你配车条了吧。我也不知道啊，那怎么办呀？咱呀，求求伦公公，哎，当初皇上在哪儿吃的呀？还找人家做不就完了？太对了，咱俩多聪明！问，来来来，哎，他知道咱叫他呢，大胆，别动了啊，别动了啊，我都怕他咬着我。跟谁这儿说话呢？这是没说话，这逗狗来的。咱家跟你们拼了！说，珍珠翡翠白玉汤会做吗？你们怎么问这个吗？不会。不会你乐什么？不会还敢笑？不是，您啊，问问皇上，当初在哪儿吃的？您还找人家给做，我们哥俩学习学习。问这个事，以后不就能吃了吗？对，您多帮忙。您万一说不会，皇上把我们俩砍了。哎，您这说，这送您了。不要，听着都欠费了都。这什么耳朵？这是他怎么在咱这说话？皇上，啊，奴才呀，啊，跟你问您个事儿啊。什么事儿啊？当年。您吃那个珍珠翡翠白玉汤啊，在哪儿啊？想不起来，我就知道一个叫常先帝，一个姓来，剩下我都忘了。嗯，皇上，我跟您说吧，啊，咱这御膳房啊，还真没有会做这道菜。哦，他们不会做呀。皇上，依奴才之见呢，啊，您不如发一个皇榜。昭告天下，看看有没有会做这个珍珠翡翠白玉汤的。哦，你那个意思让我发个皇榜，对，找一找。哎，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，就能把当年那两位给找着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我正要发微博呢。
那不发了，这样吧，还是皇榜保险，咱贴皇榜，这是贴下皇榜啊，找这两位，回来给我做这个珍珠翡翠白玉汤啊，这别走别走，要是找着了还则罢了，要是没找着，那这两个厨子马上杀头。好，嗯，奴家也生有此意，去吧去吧啊。长什么模样的？嗯，咱们这等着。嗯，那厨子给我出来。冷住！什么事？看着没有？这是两位，这是材料大人。我当材料。大人会做珍珠翡翠白玉汤。哎呦，亲爹！我就站住了。你瞧清楚了，瞧清楚。好好说话，知道吗？哎，坐不。跟着人学着点儿。好嘞，好嘞，二位。二位大人，问您啊。哎，珍珠翡翠白玉汤怎么做呀？您二位会吗？你会吗？不会呀。不会，你们俩干嘛来了啊？我告诉你，我看外边贴一那个黄色的纸，上面写着，我看那意思是我大哥呀。我们俩回来看我大哥来了。谁就你大哥？看我大哥来，对吧？大哥。皇上他们俩大哥，他们俩是太子。这是什么辈儿？这是啊，不是，应该是皇兄皇弟吧？哎，咱问问他们到底会不会做？行。二位，王爷，您当初给您那大哥做什么好吃的呢？也没做什么啊。对，咱做啥？哦，给他熬了点稀的。稀的，要不怎么叫白玉汤啊？汤就是稀的，对，就是这个。我刚知道汤是稀的。那您这个汤怎么做？您教教我们呗。还有人要学这个？你这，你别动，咱们俩来就做这个，就是做这个。这大老远让我们俩赶过来，你说您要做完这个就能见着您大哥了，是吧？我们俩挺想要大哥，他想喝了吧？您教教我，领我上厨房，我再教你，我教这多简单，我教上厨房，上厨房，走，哎，真大，你说，哎呀，真大，这是厨房，您坐这，哦，坐了啊，我真坐了啊，您坐了。这是皇上哪儿认识的？兄弟，来，别客气，坐，来坐啊，你坐哪？那也行，哪舒服坐哪儿来。那坐吧。我们站惯了啊，这不敢。您这啊，怎么做的？那我就这么做的。我问你怎么做的汤？啊，那稀的是吧？对。哎呀，还早说，半天你不明白啊？行，那个有锅没有？哎。您说了，这皇家的御膳房能没有锅吗？御膳房能没锅吗？有锅是吧？当然了，有。我刷了吗？天坑刷，刷的干干净净的。对，能照着人。锅底都刷透了，没用。先炒50个菜去，随便炒，炒练手，想炒啥炒啥。50个炒，对，炒完不许刷锅啊，每遍炒完都不许刷，炒去。这是第一步啊。第二步呢？第二步拿这锅焖米饭。哎。焖饭，饭不能洗啊！别淘米，直接把米扔里就煮。那多牙碜啊！没事，煮就这么煮，扔里就煮。煮，多煮会儿，熟了再煮半小时。放水吗？放，少放啊，别放多。上面熟的呢不要啊，要底那糊了的。糊放嘎这儿啊？对，要那。这头回听说啊！对，就那东西。什么？你要那玩意儿干啊？你听我的，你不要做那稀的吗？啊，就留着行了。要底下那糊的。哦，糊的完了，那个白菜有吗？菜有啊，有上好的白菜，娃娃菜。不，好鸡上好不行，上好不行，就去打发人买去，买那个大菜帮子。啊。我们后厨有的是宅的，有菠菜呀、芹菜啊，对，菠菜也要。啊，菠菜叶破菠菜叶都要，烂的那都要。烂的，对，要。豆腐有吗？有啊，有的是，就现磨的。去那个随便找一摊儿，找一个那个最次那个卤水点的那个豆腐，完了之后弄碗里拿手抓，不是抓，别洗手啊，别洗手抓，别洗手抓，抓。打住吧，我越听越不像话了。嗯，这给皇上做饭能吃这个吗？我管的皇上，你不要做那稀的吗？我就告诉你是这个，我大哥爱喝这口啊。对，咋样？听他们的，按他们这方法做，做出了皇上吃的不对劲呢，要杀头，咱就说他们俩做，有他们俩就没咱俩什么事儿。那这玩意儿也不咱俩砍头，这做出来也没法吃啊。你管他呢，按他那做就完了。
他还说皇上爱吃这味儿。你万一皇上有这口味呢，是吧？我说皇上怎么长这样？我说畸形。嗯，哦，行行行，哎，那我就按您这做，我们准备，那我们就去准备了。记住了，记住记住，坐去吧。哎，是是，去吧，坐。那您回后边休息休息。啊，您休息。走，兄弟，睡觉去。走，休息，睡觉去。走，这俩人一个话痨，一个哑巴，说不出话。走，熬熬着试试吧。哎呀，这玩意儿能吃吗？这我跟你说，怎么这么味儿？哎，这二位大人，您闻闻这，这，就是这味儿。哎，有点生化危机那意思了。就是这味儿。对，那二位大人，那我们就，那端上去了啊。就给我大哥送去吧，就爱喝这个。给送上去了是吧？那是没错吧？咱一块儿来吧，我们俩还去吧。轮儿轰光，轮儿轰光。怎么还来了？这么窜吗？这个治感冒。这什么玩意儿？这是珍珠翡翠白玉汤。确定？您问他们二位，是你们做的事儿啊？对，他们二位的主意。行，我把皇上。哎，您请皇上，这皇上出来了，皇上驾到，来，站好，二位大人，哎呀妈呀，哎呀妈，大哥，大哥，你还记得我俩？大哥，你还记得我俩吗？大哥，这什么关系？大哥，你这长钱第一啊？对，是我对吧？大哥，这你天皇之叫我们俩来的对吧？想死你了，我们俩都。啊，好，行，大哥，下座，有座啊？下座，别，我跟你一块坐，这不行吗？咱聊，拉拉家常。下座，哒哒。怎么这么凶呢？那个，皇上，太凶了，变这么猛呢？对，您看看是这个玩意儿不？哎，这是他们做的吧？他大哥，这不你爱喝那个吗？对啊，我们俩特意告诉他们这么做的，好像是，是吧？是吧？高兴，好，太好了，这人间美味啊！对，好，小轮子，我要大宴群臣啊，大宴群臣啊，百宴，哎，行，把众爱卿都请上来，行，百宴，一人来一碗，大宴群臣。哎，好，哎呀，李大人，您是国家就一个大臣，您是抄上来，皇上赐的，您闻。好，那边还有几位大臣呢？都发一发，来，啊，皇上，您，哎呀，我得来一碗，您来碗大，你也来一碗，咱们来吧。来吧，嘿，好，我先喝啊，咱们来，我先喝啊，来，这怎么了？这是，这太好喝了啊！对，我就说大哥喜欢嘛，对，这好喝，这好喝吗？哦。